聊了。我因為我以前曾經都以為我不會喜歡比我年輕的男仔，但是因為有一次我真的遇到一個比我小幾年的男仔，但他的思想是很成熟，而且他給到一個是可以照顧到我的感覺，所以我就從那次之後就發現原來真的沒什麼所謂，年紀只不過是一個數字。那今年情人節我想在家自己過因為以往幾年可能都會約一些單身的閨蜜出來一起，可能大家看看戲或者什麼，但因為今年我真的身邊所有的閨蜜都已經找到一個伴侶了，有些甚至乎剛剛定了婚了，所以就今年應該會自己一個在家可能找些事做吧。會不會都想快點做自己？結婚又不會的，因為我都想專注在事業，但我想拍拖都會想的，因為可能真的確實獨立了好幾年了。